开始 Pokemon 吹它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烈的神奇宝贝。Well done, Reptile。是非常强烈的神奇宝贝。Mewtwo。啊，我怎么黑卡？啊，下不来。下不来。太臭。设置你的 Trainer 吧，按下按钮来举，再上吧。Yoga, Koopa, Hoka， 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对方的神奇宝贝要回归原始了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吧。Special range。要害了，很好，使用辅助攻击。很好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Magical Leap。对手也很有能耐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Earth Power， 集中精神，集中精神，集中精神。对手也很有能耐，形态转换了。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能力。哎，右边没有反应，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失误，搞定了！捕获机会，又打中了。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他右边就会打到，很奇怪。Reptile的力量被解放了。哦，对，不会超补掉。吉拉蒂娜出现了。这下一定要打中，搞定了！哦，好，捕获机会。这是补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
哎，轮盘机会，一直连续按球体按钮吧。是神奇宝贝球。看看，好厉害，双重捕获的。啊，这是我自己写起的宝宝的，真的、哦。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死掉吗？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 Treta 吧。Insert points。可以。